什么呢？没出正事，背后半个脸呐！打败你的不是天子，是无邪。冲击动力，战斗系统。你比一总一点儿不值得好。熟悉不了解，不过没有关系啊啊！把我们俩这个相声组合的名字说出来，您这个掌声比刚才最少热烈10倍。您等会儿呢，咱俩还有组合的名字？有啊，叫什么呀？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听听这个掌声，哎，是不是还有喊好的？你这您别跟着起哄了，行不行？咱们俩哪有这组合名的？我发现你这人说话就是太缺德。哎，你说我什么？我说你缺德。你真是没见过那缺德的。什么意思？我那邻居才缺德呢。哎呀呀呀！大伙儿不了解你，我还不知道你。啊、你是逮谁说谁缺德？哎，这回不是啊。啊，这回是我那个邻居真缺德。怎么缺德了？就他家那个 WiFi 啊、嗯，这才半个月，对，密码都换了8回了。八。把我给累的呀，破译密码容易吗？怎么没累死你呢？你天天蹭人家网，你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啊，他不懂得分享就算了啊，他还扰民。人家又怎么扰民了？他们家养了条狗，是跟上了闹钟似的啊，一到半夜12点就叫，一到半夜12点就叫。你瞧瞧，吵的我呀，嗯，都没办法安心打快板了。打快，哎呀，我怎么你就是那个闹钟，那狗就是你这快板给早醒的。我不管啊，反正我这儿挂挂挂，他那儿喂喂喂，挂挂挂，喂喂喂，挂的铃挂铃铃挂，喂里喂里里喂。哎呀呵。挂里挂里里挂，哇里哇里里哇，挂里挂里里挂，哇里哇里里哇，挂哦挂哦挂哦，挂里里挂里里挂，挂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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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哇！好啊，贾旭明，你准备跟这个狗组一组合吗？咱俩不挺好的吗？你说谁呢你？还说人家邻居扰民，你不打快板，那狗能起来吗？还说人家缺德，你不蹭人家 WiFi， 人家能换那 WiFi 密码吗？贾新民，我发现你这个人呐，就好比是竹子的童年。什么意思呀？损呐！那我那车啊，停在我们小区停车位被别的车堵住出不来，这是别人缺德了吧？那他没留个那个电话什么联系方式吗？没留。这是多少有点不合适了啊！这大冷天啊，活生生等1小时没来人呢。你瞧瞧，实在没办法了，嗯，打电话报警。对，那车主才来。你看，嘿，我一看车主长那模样啊，天生五行缺德。五，五行哪有德呀？五行当然有德了。哪五行？哪五行？哪五行？德、智、体、美、劳。这是五行吗？五行是金木水火土。还堵我车就缺德？嘿，你怎么停的车呀？停车的停车，你那儿留一电话呀？那倒是。这大冷天，活生等您1小时，不知道啊？嗯嗯，这小区停车位紧张，我都知道。您可不能这样了，好吧？我这，哎，我说你呢，你倒说句话呀、啊、你。啊、嗯。说什么说？啊、嗯。谁让你把车停我们家车位的？嗯。大哥，你家车位呀？我错了。哎呦，瞧你这个德行吧，就你长成这模样的还敢说人家长得五行缺德？人家那个人要是长得五行缺德，就你这模样让大伙儿瞧瞧，五行缺五行啊。哎，我你什么你什么你呀、啊？啊，合着是你把车停人家车位还有理呢？你赶紧给人开出去啊！你别提开车，怎么了？比那停车还闹心呢。开车又闹什么心呢？堵就算了啊！啊啊，架不住老有那个大车欺负我。
啊，尤其是公交车，哎呀，动不动拿着这个喇叭摁我，要不然拿这个车灯晃我，最可恨的啊，仗着他车高车长，他老别我。就你说的，这也是个别现象。你说我招你惹你了，你老别我啊？常言说得好，常言又怎么说？你走你的公交道，对，我走我的公交道。你干嘛别我？你怎么还把车开公交车道上去了？快呀！啊，怕迟到啊！你着什么急呀？哎呦，你们是不知道我那个老板有多缺德。你看，又说老板缺德，一迟到就罚钱啊！一迟到就罚钱。对，早到怎么不讲钱呢？你早到过吗？没有。哎呀，没有，你说他干嘛呀？我就是爱暴打不平。这是暴打不平吗？你说我按点上班，按点下班，凭什么也罚我钱？哎，这是为什么呀？朋友们呐，我也是个白领啊。啊，他倒是有个班上，也朝九晚五。对，每天早上九点往电脑前一坐，一坐也是一天。谁说坐一天就不累呀？也辛苦，费脑子呀。那倒是，斗地主不得地牌吗？你上班怎么还斗地主呢？劳逸结合呀。这是劳逸结合吗？哎，那天我有一把好牌啊，俩王四个二。你看把那地主给逗懵了。嘿，我正美呢，他把他乐的。我们老板出来了，贾旭明上班斗地主，罚款200。哼，让人逮一正着。老板您别开玩笑，我没斗地主。还死活不承认。少废话。哼，那个地主就是我。哎呀，你可真是脑袋顶上长痦子，你点儿太高了。你网上那么多人斗地主，你居然还能跟你们老板斗一准？哎，不对呀，哎，我听他们说了，可啊，在网上斗地主可看不出来对方是谁。哎，这事儿让我明白个人生道理啊。什么道理？上班斗地主，千万别拿自己的照片当头像啊。这都是人生道理吗？上班他就不能斗地主，你还敢拿自己的照片当头像？我本来是这么想的。你又怎么想的？常言说得好。常言又怎么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明人不暗示，真人不说假话。现实生活中我活那么真实，虚拟世界里从不伪装。不是说我人有个性，而说我人就是那么与众不同。我就是我，今儿晚上不一样的烟火。好烟火呀，好烟火！大家瞧这模样，窜天猴。哎，你是瞧不起我呗？我压根就没敢瞧你。我为什么上班斗地主？你凭什么上班斗地主？还不因为他三年以来没给我涨过工资吗？废话，你不好好工作，人家怎么给你涨工资？朋友们呐，你们见过在一家单位工作三年没有涨过工资的人吗？那就是我呀。你该你。凭什么给他们涨就不给我涨？为什么我和他们就不一样？因为你是不一样的烟火。这可得一样。哎呀呵，沾钱就得一样是吗？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辛劳，没有辛劳还有费劳，必须涨工资。来，行，来先捡起来吧。什么掉了？你的脸。玩去。就这么轻易就不要脸了是吗？你当着这么多观众朋友，你丢不丢人呢？我是窜天猴。他又把这想起来了，你必须涨工资啊！我看你拿什么脸跟你老板提涨工资？我有的是办法。为了对付我们老板，我最近正在读两本书。读哪两本书？《道德经》和《荤菜大全》。这都挨得着吗？这什么意思？这是？我就是告诉我们老板知道啊，老子不是吃素的。贾旭明，还说别人缺德呢？我就听完你讲完你这些所作所为，我发现两个词儿就能总结你的人生。哪两个词儿啊？三从四后载物。不是三从四德后德载物吗？你缺德呀！你是大恩大德，就剩下大恩了。啥意思呀？你可缺了大德了。你说你一上台说这个缺德，说那个缺德，这不都是你自个儿缺德吗？咱们每一个人对别人有偏见的人，是不是应该先擦干净自己的眼睛？每一个人说别人缺德的人，是不是应该先扪心自问自己做得够不够好？一个优秀的集体是靠每一个优秀的个体组成的，都像你这样只顾个人不顾集体，只顾小家不顾大家，那能行吗？大家都在说构建文明社会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每个人贡献出来自己的正能量。
老祖宗告诉我们的话你都忘了吗？咱们做人呐，缺啥咱也别缺德。哎呀，康子说的太好了。能不好吗？真的是一语惊醒窜天猴啊。什么玩意儿你这是？我懂了啊、嗯、刚才我说的那件事真的是我不对呀、啊、本身就是你不好，我改改就对了。我从今天起，我从今天马上起我就改。好，我请大家监督我，帮助我。对，我向我每一个伤害过的人去向他们道歉。对，康子，我先给你道歉。不是你跟我道什么歉呢？我觉得一上台我给咱俩起的那个组合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个名字太缺德了啊！你能意识到这个错误就可以了。我给咱们起个新的组合的名字，叫什么呢？大头爸爸。这好，这好。小头爷爷又来了。为什么呢？没准就是黑龙半个脸呐！打败你的不是天神，是无形。公鸡懂，大头懂。你比一走，一天儿过去的好。我是相声演员岳云鹏，给您拜年了。我是孙燕，给您拜年喽。你先等一会儿。我干嘛等会儿啊？你叫什么？孙悦呀。孙悦啊，祝你平安呐。哎，哪个孙悦？你不是唱歌的吗？哎，心情不错，我心飞翔。我飞得起来吗？我怎么又胖了？什么叫又胖？说相声的。说相声的孙悦。哎，对了，得500多斤吧？对，这人有500多斤的吗？多少斤？你问这干嘛呀？你260。还说260呢？什么叫还说呀？我老问他多少斤啊，他老跟我说260，260，一直260。后来我才明白，嗯，那个秤就到260。哎，我让秤懵了。我怎么知道他500多斤呢？你怎么知道啊？后来他用俩秤，一脚站一个，全是260。哎，合着我办事儿260，500多斤大胖子。哎，没那么沉。瞧不起你这样的人。对了，瞧，哎，忍不了你这样的人。哎呦，对社会没有贡献，整天胡吃海塞。各位瞧见了吗？现在社会就这么一种人，这瞧不惯那瞧不惯，这忍不了那忍不了，就是你啊。谁呀？你。社会上单有这么一种人，办的事儿让人家忍不了。什么事儿忍不了啊？前两天，啊，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对了，旅游。那叫旅游啊。那叫逛街。西单去逛街。哎，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学习学习。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雕塑有吧？有。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你忍得了吗？哎呦，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这是哪儿啊？哪儿？这是文人的天堂。哎，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对了，我忍不了。怎么办？我抵制他们。哎，你怎么抵制啊？同志，哎呦，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嚯，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老师是怎么教的你？啊，臭不要脸。对，嘿，哎呀，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怎么这圈圈是？我诅咒他。嗨，胡写了。买完了书我就回家呀。啊，我得坐公交车呀。是啊，上了公交车我都忍不了。又什么事儿啊？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大娘。嗯，60-70岁了，上岁数，走道颤颤巍巍。哎呦，站都站不住了，岁数大了。但是公交车上没有人让座，啊，你说多讨厌！哎呦，这都什么素质啊？要么低头看手机，嗯，要么假装睡觉。哎呀，我的天哪！你看看，气得我都坐不住了。对了，气得他都……哎，等会儿吧，嘿，气得你都坐不住了。啊，你有座啊？啊，嗯，那你怎么不让啊？我也累啊。哎，这好，这叫什么理由啊？也别说，这有一个30多岁大姐，她让我起来。我，让你起来。我起来。哎呦，回来。嚯，这是大姐吗？我说大姐啊，你岁数也不大呀。对的，这是岁数的事儿吗？你凭什么让我起来呀？哎，对呀，别废话。嗯，这是我的座。哎，你的座。大姐，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呢？哎，对呀，我是售票员。哎，这哈，坐着售票员那儿了。
好嘞，瘦的姐。哎，瘦的姐，来，您坐这儿，您坐这儿。什么叫瘦的姐？售票员可不瘦的姐吗？别胡起外号。你说你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对呀。没有。怎么呢？他让那个大娘坐那儿了。你看看人家这个素质，站起身来我都忍不了。怎么又忍不了了？我看公交车上的人，什么人都有。哦，各式各样。要么打电话，哦，声音特别的大，这大声喧哗。还有人戴着耳机听歌。哎，有这样的。听就听吧，你还唱出来？那不由自主啊。唱的什么破歌啊？那是。哎，什么歌招着你了？啊，五环，哎呦，你比四环多一环。哎，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这什么破歌啊？这是，哎，是是是，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多讨厌呢！这人，我告诉你。行了，哎，这也不乐意听了。关键是啊，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哎，吃东西怎么了？按说吃东西很正常，嗯，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对，可是他吃那个东西，我的天哪！您怎么了呢？我都忍不了。不是他吃什么了？打卤囊。哦，对的。什么？打卤囊。打卤囊？嗯。什么样啊？就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打卤，打卤囊。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这叫披萨吧？什么都不知道！天哪，这么神奇吗？废话，这是披萨，无所谓。哎呀，反正还有人呢，在公交车上搞对象。哎呦，谈恋爱的，你说多讨厌？这怎么讨厌了？按说搞对象很正常，嗯，但是别在公共场所谈恋爱啊。哦，是啊，是不是？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但是我岁数小啊。哦，你岁数小，我要是搞对象的话，我你等会儿，你岁数小，嗯。看的是不大，你多大岁数啊？我十七八了。哦，十七八，你等会儿。如果我搞对象，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说实话，我十九了。哦，一岁啊。说实话，二十多岁。哎，你等会儿。如果我谈，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不到四十。哎，火！好的嘞，小半辈儿都过去了。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人家怎么了？那是公共场所啊！啊，这俩人啊，又搂又抱，哎呀，又啃又亲。哎呦，我的天哪，有点不雅。我忍不了。你怎么办？我抵制他们。你怎么抵制？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啊，小伙子，小伙子，该让让了啊！该让让了。等，别乱，我都准备好了。准备什么呀？这有让的吗？这个怎么了？人家谈恋爱，什么叫让让啊？怎么了？你没有这样的。我得下车了。你下，哎，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你下车挪挪地儿，让人。嗨，你以为呢？我的天哪，流氓！谁流氓啊？是不是流氓？什么的？我以为挪挪窝呢。我得下车了。哎，对了，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怎么了？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哦，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啊！哎呦，多讨厌！是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嗯，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出事儿，你心里难受不难受？难受。你别扭不别扭？别扭啊！我忍不了。怎么办？抵制他们。怎么抵制？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你就追你都，你追汽车啊？你追得上？前面红绿灯能给他控制住了啊？哦，有红绿灯啊，这还挺好。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是啊，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追。红绿灯真给他控制住了，我就敲他的玻璃，对，我得跟他说的说的，你教育教育他，梆梆梆敲玻璃，嗯，你猜怎么着？怎么着？他递出了一块钱，哎，好，拿你当要饭的了，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哎呀，哪儿不像啊？我忍不了啊，烟头给他递过去，是，你猜怎么着？怎么着？他递出了十块钱，哎，是，怎么又涨价了？他说让我买一盒抽，哎，好。还真疼你，你忍得了吗？我忍不了。忍得了吗？忍不了。我能忍。这，哎，你怎么忍了？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一百多。嘿，好，这不就是要饭的吗？哎呀，我开心呐！这还开心呢？有了一百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还玩去？旅游？旅游？这叫环游世界。一百块钱环游世界。好的嘞。哎呀，想想我都激动。你别激动了啊！一百块钱干嘛去呢？坐飞机去。还坐？你等会儿吧。一百块钱啊，坐飞机啊，哪儿那么便宜？打折机票，打折也没有一百块钱去的地方近呢。哪儿啊？保定。哦，保定，保定。我吃驴肉火烧，别吃了，别吃了。多放肉，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
那保定有机场吗？石家庄啊。哦，省会。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哦，咱俩一块去的啊。咱上个月。对呀、啊。咱俩一块去的。嗯。你那机票100多。对呀、啊。你怎么要我300多呀？啊，不是，你肉多。肉多、哦，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呢。哎，好的嘞。我们结伴而行。哎，到了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人不让他上，不让我上，说他得托运。对，这人有托运的。后来他一亮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人一瞧，嚯、哎，真是个人，太神奇了。哎，这好，还是身份证管用，这才上去。是啊，我们上了飞机了，我们是坐的那个经济舱啊，便宜啊。一会儿广播通知了，嗯，飞机晚点了，保不齐。按说很正常啊，对。但是他特别讨厌，怎么了？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我要什么了？空姐啊，给我来个枕头。我枕着呀。来个枕头，一会儿说了，啊，空姐，给我来个安全带。我这来个不够长。嘿，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怎么系呀、啊？这么系。这么系也不够长。哎，对，好，那是得要一截儿。还得再加一截。哎呀，多讨厌！您等等吧，这可不是我讨厌，嗯，这是我应有的权利，是不是？飞机上你也能要，我也能要吗？哎，对了，这么神奇吗？那是啊。空姐啊，给我来个麻辣香锅。对，去，多放肉，多放什么肉？有要麻辣香锅的？自己的事儿自己办。哎，对呀，亲力亲为，没错。我觉得热了啊，我自己把舱门打开了。哎，自己把。哎呀，你有打舱门的吗？凉快。别凉快了。你打舱门干嘛？我热呀。你热不能打舱门，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我得、哦、还得散散烟，还抽着烟呢。别去，滚。我刚才就想说你了，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飞机上不让抽烟，知道吗？刚才就想说你，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所有不文明现象你都发现了，您都抵制了，抵制完了呢，你办的事比他还不文明，一天到晚张嘴闭嘴，忍不了忍不了。老话说得好，乌鸦站在煤堆上，瞧见别人黑，瞧不见自己黑，说的就是你。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气死我了，快，是我办的事儿不对，你得承认呀、啊、但是您办的事儿更丢人呐。我怎么丢人了？飞机到了目的地啊，我们都往下走啊。对呀、啊，他一往下走，我到地儿了，空姐给他拦住了。你拦我？同志，你不能走。对呀、啊，空姐，是我刚才麻烦你了，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对，我凭什么让我走、啊？我到了，你看多神奇。我到地儿了，什么？那你也不能走。凭什么呀？凭什么不让我走？凭什么呀？为什么不让我走？对呀、啊，同志，您走可以啊，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我卡那儿了。为什么呢？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邪。公鸡懂大豆豆，你比一走一天落实的好。年了，拜年了，拜年了。哎呀，行啊，妹妹，这么多观众，你坐第一排，找人了吧？啊，要不然你说他坐前面，你们坐后边，对不对？啊，你看这还有饺子吃呢，这还呀。行啊，咱俩可以交朋友啊。哎呦嚯，这更了不得，您坐中间更找人了。别不好意思，找谁我都知道。您大伙儿看看，大眼睛双眼皮，小尼管您叫二姨呀、啊，这是啊。您是二姨夫吧？啊，拜年了，拜年了啊！行啊，行，咱可以交朋友啊！哎，你干嘛呢？哟嚯，这台上还一个呢，演员，找人了吧？啊？我找谁呀、啊？你瞧这鼓掌的，这不都是你找来的吗？你看啊，行啊，我愿意跟你们这儿人交朋友。嗯，你先等会儿。嗯，你谁呀、啊？不认识我？没瞧出来？你瞧，我谁呀、啊？焦圈。叫什么？焦圈。那咱俩差不多。您是麻团儿。哎，这麻团儿是干什么呀？焦圈怎么回事？你瞧焦圈你都不明白，我总找别人办事儿，哦，别人也找我办事儿，为此交了一圈的朋友，焦圈嘛。我说怎么一上来找人找人呢？不是，这交朋友干嘛还论圈啊？有圈好办事儿啊。哦，你说我们家那小区停车多费劲，晚回去10分钟你瞎了，
怎么瞎了？那天我们楼底下那二哥打下班进小区开始找车位，嗯，开着个车围着小区转悠一圈一圈一圈，一直转到早晨7:30，直接上班去了啊。不是，你先等会儿啊，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我趴窗台看了一宿、啊、你也闲得没事儿啊，这就是不找人的后果。你全咱交圈，你怎么样？甭管几点回去，保安的车位给我留着。你怎么这么牛啊？保安我这圈的呀。哦，哎，他回家这火车票是我找人给买的。火车票？别人排六宿买不着啊。嗯，我找完人车票送家来。你找的谁呀、啊？卖票那老宋是我这圈的。哦，他那病是我找人给看好的。你找的是专家呀？哟，别人挂不着号，我到那推门就进。这专家那么听你的？专家那保姆我给找的。你还负责找保姆呢？我找这保姆又便宜又实惠，哎，轰都轰不走。为什么呀？哼，保姆那老公我给找的。这老公你给找的谁呀？哎呀，也不是外人，是就是给我留车位那保安。哎，又赚回来了。你瞧，保安娶保姆，保姆伺候专家，专家治老送老送车票，保安有了车票给我留车位，你瞧这一圈朋友交的交圈嘛，是不是？哦，是这么回事。哎，你也加入怎么样？啊，来，我扫扫你，我把你给拽进来，我把你给踹出去。哎，这怎么说话呢？我明白了啊，合着你的交圈嘛，就图自己方便，损害别人的利益。我损害谁利益了？啊，你占着车位，让二哥在这转一宿，你缺德不缺呀？你损不损啊？这事我听着就有气。跟你有什么关系？废话，那二哥是我姐夫。哎，那你就是我小舅子。别占便宜啊，咱俩以后是朋友了。谁跟你朋友？老话说得好吗？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哟，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你瞧，一帮一对红吗？过，这就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啊，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头离不开老婆。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会变成啊美好的人间。哎，什么乱七八糟的人？找我啊，焦圈。哎，焦圈，找人好办事。不是，嗯，焦圈，您每天在这圈里边是不是觉得特美、特滋润呐？以前挺滋润的哦，最近怎么这圈界也不太好混了？圈界啊，今年我儿子中考哦，我想着去那个重点一中啊。你瞧瞧，按照我们圈里的规矩，嗯，把人约出来啊，该吃饭吃饭，该喝酒喝酒，最多交俩赞助费，这事儿准成啊。嗯，今年再这么办不成了。我听听怎么不成了？说这赞助费取消了。对，不收了。喝酒算违纪。没错，你说吃饭多正常的事儿啊，找谁谁都不来。你说这不冲我来的吗？哎呦，这以后都这么办事了，我这交圈还怎么开展工作呀？这，嗯，太不方便了。哎，这就对了啊，因为你以前啊太方便了，我们大伙儿才不方便，以后只有让你这种人不方便，我们大伙儿才能彻底的方便，对不对，大伙儿？哎，都冲我一人来是不是？别的事儿可以，嗯，这事儿不行。怎么？你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他给用这儿了，必须找人给他办成。都给你封死，你找谁呀？我是谁？交圈儿又来了。我在圈界白混这么多年，你想怎么着？功夫不负有心人，嗯，终于搭上一个重要关系。哇，整个学校让谁进不让谁进，就他一个人说了算。学校那校长，看门的大爷。哎，大爷，大爷能管这事儿吗？大爷，我这圈儿的呀。是啊，交圈儿，嗯，不得让孩子上学吗？你瞧瞧，我告诉你，你把校长他们老太太拿下，这个事儿就算成了。哦，哎呦，大爷，那您告诉告诉我怎么拿下？我给人弄点什么呀？啊，别的不用弄，你就给他弄个枸杞。嗯，听见没有？什么呀？你圈里没人知道这信息？什么呀？校长他妈爱骑狗。哎，啊，这东西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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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为人，你从哪儿听出来校长他妈爱骑狗啊？大爷说了，说什么？您弄个枸杞，这不骑狗吗？不对吧？啊？是不是让你用那喝的枸杞呀？一看你就没办过事儿，那玩意儿满大街都是，送这个能办成吗？你弄个枸杞就让老太太骑狗，我觉着不对啊。嗯，这生活当中你见过骑狗的吗？国外有那骑狗比赛，你没见过？那是在国外，我说咱们那儿你见过吗？那你得用发展的眼光来理解这个问题啊。啊，再过10年，咱们这儿骑狗上路，保不齐还给限号呢。没听说过。对不对？你这怎么限呢？那你周一到周五按品种限呗。啊，品种怎么限啊？礼拜一啊，
骑泰迪，那礼拜二京八串，礼拜三骑大单，礼拜四藏獒日，礼拜五裤裆补，裤裆补，怎么裤裆补？那你骑了礼拜给补补了，对不对？纯属抽风，我让就是骑狗，骑狗我听着新鲜，骑狗就新鲜。对，想当年孙膑骑的什么呀？牛。张国老骑的什么呀？驴。阿凡达骑的什么呀？鸟。哈利波特骑的什么？扫把。对呀，许他骑扫把，就许我们骑狗。哎，校长他妈骑狗，就这么任性，这好吗？对不对你？这焦圈是要疯啊！找狗去，我让，找去啊！你上哪儿找去？找去，我打听啊！啊，我一出门，拦辆三蹦子，嚯，咚，开过来了。嗯，坐上去跟师傅打听。你瞧瞧，师傅，您见过人骑狗吗？啊，你下去。哎。给多少钱我都不拉你，怎么急了？知道我们这黑车该取缔，但是你不能侮辱我们。怎么？我们这叫狗骑兔子，不叫人骑狗。咚，这哪儿跟哪儿的？他也跟我较劲啊！哎呀，我直接奔狗市那儿选不去了。一进门看那条大个儿了，嚯，师傅，您这多少钱？嗯，诚信要五千去了。哦，听话吗？能左以会握手，能骑吗？哎，嘛玩意儿啊？能骑吗？对，哎呀，啊，那你别问我呀。怎么着？你跟他商量商量，要不你来一圈啊？我估计啊，只要是不往死里咬，他就算同意了。不是，您到底说准了，到底人能不能骑呀？哎呀，人能不能骑不知道，反正据说以前马戏团的时候猴骑过。哦。那这算有工作经验的。是啊，交钱走人。干嘛去？回家一对一的封闭训练，下功夫去了。不出一个礼拜，您猜怎么着？怎么样？这狗我骑上，你真骑上了，大功告成啊！哎呀，我骑着直奔广场。你上那儿干嘛去？校长他妈在那儿练那广场舞，全打听出来了。这家伙我骑着他一出来，哎呦，回头率100%啊！还有起哄的呢。说什么呀？哎呦呵，啊。二郎神换造型了，好嘛，哪也能笑天卷了？哎呦，到了广场一看，一帮老太太跳得正欢呢。跳什么呀？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还真时尚。我说看见没有啊？就是领舞那个啊。哎呦，一拍屁股，噌就窜过去了。哇，老太太跳正高兴呢。嗯，哼哼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就这时候，滋楞就钻裆底下了啊，驮起来就跑啊。哇。老太太一点准备都没有。什么样啊？点亮我生命的火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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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都没准备呀，吧唧就掉下来。我说摔着没有？我扭头赶紧跑吧。你干嘛去？我得找那大爷去。我得问一问。我说你给我出来，你有没有圈得你？是啊。你不让我给他妈弄个狗骑吗？啊，这倒不错，刚上去就掉下来了。是，我告诉你，摔个好歹你算主谋，你知道吗？这大爷说什么呀？我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我是让你弄个那个狗骑。小孩喝水的吧？没让你弄个那个狗骑。嗨，你弄个旺那个狗骑，不是我这个狗骑。哦哦，我说这个狗骑没问题。嗯，对。你弄个旺那个狗骑就有问题。啊啊，你那个旺狗骑有问题，它不是我的问题啊。啊，我是说你把我说旺狗骑这个问题，你理解成旺狗骑，你旺你，我腿圈了。我大爷是逼急了，这是。哎呀。别跟他废话了，怎么着？我赶紧找校长道歉去。哎，这校长什么态度？你就是焦圈啊！啊，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嗯，你怎么想的你啊？让我妈骑狗玩啊？不纳了闷儿了？孩子上学挺正常的事儿，该去哪儿去哪儿，按规矩办呗。对，你倒好，整天拉关系，搞圈子，搞圈子，拉关系，视规矩为儿戏。什么是规矩？嗯，小规矩就是社会秩序，大规矩就是国法党纪。你拉了关系就坏了规矩。坏了规矩就破了风气，破了风气就乱了法纪。我们要打破圈子，守规矩，摒弃关系，树风气，不要为了满足个人的一己私利，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说得太好了，焦圈，您得好好的反思一下了。哎呦喂，校长这一席话是点醒圈中人呢。嗯，你说我以前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你得谢谢人校长。不光校长，嗯，他妈我也得好好谢谢。你谢老太太什么呀？多亏了人喜欢的是狗骑，我就弄条狗骑啊。这要喜欢当归，怎么样？我就变小王八了。他没听说。为什么呢？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邪。通缉总战斗。
比一整一天过去的好。啥意思？更帅了。哎，这还差不多。大过年的，来就来呗。也没带什么东西。你待会儿拜个年。拜完了。演节目。没准备。你也没准备啊？我刚跟老爷都夸下海口了，我这……你别着急，别着急，忘跟大家介绍了，这就是我们喜乐街的特点，不需要准备，由导演发指令，他怎么说，我们怎么演。哦，明白了。你在里面是扮演一个热爱艺术，总参加选秀节目，又老选不上，没有男朋友，对爱情特别执着的大龄剩女啊！你看过哈？我没看过。那你怎么知道？说的就是你自己啊！是我是我。哎，能不能让我来导一回喜乐街？没问题啊。如果让我当着导演，我一定让剧情增加更多的意外和反转。好啊！哎，就让我来导一回喜乐街，开始。贾玲高高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菁上。玲儿，哥，干啥呢？看电视呢。什么节目啊？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呀、啊！哎呦，咱不亏心呐。还行吧。贾玲说十遍开心。开心了，哥，你说人呐，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这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这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呐！哎，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哎呀，开心还需要理由吗？需要理由。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嘛，因为什么呢？问谁呢？自己想。我钱包丢了，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里边没钱。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了？哪也没放啊，就没钱。说点那真正开心的事儿。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意外，我当评委了。感谢哥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音乐停，干啥呀？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爸爸去哪儿吃，今日吃法，过年七天吃，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谢天谢地，饭来了！你看，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嗯，都有啥呀？歌唱比赛，嗓子不行；舞蹈大赛，腿不行；知识竞赛，脑子不行；主持人大赛，嘴不行；模特大赛，都不行。你真行！不是我发你们俩煽情，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三十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你们两个安慰他。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好。第一，你没有男朋友。咋解决？第二，你没有工作，咋解决？第三，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反转，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啊，为什么要我养活呀？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我就不能下有小啊？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我有什么问题？气质问题，没气质。谁说我没气质？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谁是气囊？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那你说啥叫气质？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上个有气质的人，你比方说哥，上群演。看见了吧？这才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这是女神的气质。新的形式比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型，我的名字叫群影，我有胳膊还有腿，还有鼻子还有嘴，我的名字叫贾玲，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长得漂亮。从来没输过。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有人安慰，有人同情，还有亲密的。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没人安慰，没人同情，一群点赞的。女神和女汉子，谁点赞我就嫁给谁。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和男友去吃饭，他喂我都害羞了。我和男友去吃饭，还没喂呢，我吃完了。女神和女汉子，你那份还吃得了吗？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宣布结果，女神完胜女汉子，反转，女神赢。我是女神。我是女汉子，我是女神，能有什么理由吗？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有理由，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混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我感觉我跟他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有什么区别呀？你穿多大码衣服？175。你呢？175。一样啊。哎，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这得多少寸啊？那得多少福啊？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谁信呢？我都亏心，我都。你们都相信？我相信。啊，我是女神了，我要红了，我需要一个团队来帮我。我帮你。好。你缺什么？我缺一个经纪人。这经纪人不太好找。你来，我来呀、啊。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他同意了。他挂了吧？那也是默认的。哥，玲，记心里了。好。还缺什么？还缺一个造型师。哎呀，玲儿，你这个型太难造了。你来。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等着。喂，彦祖啊。大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
分完了。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你还缺什么？缺钱。等着，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这怎么一到我音乐也不悲伤了呢？卖房是好事，太好了，我红了，我有团队了，我是女神了。方准，不管了，小尼，过年了，给我个开心的结局吧。我知道我没工作也没对象，可是我有你们，有你们这群朋友。还有农村的三姨，哥，我知道刚才你们在逗我开心呢。在北京漂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不容易，可是我攒了一堆的朋友。只要朋友们站在一起，咱们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老李，你再陪我跳会儿呗。兄弟，我都陪你跳6个小时了，我这鞋底儿都摸没了。你让我回去吧啊！你也快走吧，回家。我不回家，我儿子成天忙工作，也不搭理我。我回去干嘛呀？我不是让你装病吗？你一装病，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你出那什么主意啊？我都这岁数了，你让我装多动症，那我装的也不像啊。他咋能不像呢？我是根据你的特点给你挑这么个病啊。我什么特点啊？你广场舞跳这么好，大伙管你叫啥？广场杨丽萍儿。你都杨丽萍了，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不就行了吗？对呀、啊、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兄弟加油。放心，我杨丽萍儿。哎，张秘书，晚上那个应酬安排的怎么样了？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对，儿子。爸，没叫你。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不是，是稿子。芹菜馅的行吗？你干活能不能芹菜点儿？不是，是勤快点。爸，我打电话。不是，儿子，儿子，我犯病了。儿子，怎么办啊？儿子，你快理理我呀！儿子，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这都病2天了，不得有点进步吗？哪有老头得多动症的呀？那我就得了，你看怎么办？行，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我给你请大夫了。不，你请大夫干嘛呀？让大夫给你看看，大夫要说你没病，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那他要说我有病呢？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行不行？行，你放心吧，我肯定有病。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呀，他什么时候来？啊，你是不？哟，爸，来了来了来了，是王总家吧？您好，您是艾医生吧？哎，别那么客气，什么医生不医生的，叫我专家就行啊。早就听说了，在治疗儿童多动症领域，您在全市可是首屈一指啊！别，听他们跟那瞎吹。什么全市？全世界啊！差一个字差不少的。嚯，这大豪宅！行了，赶紧把孩子叫出来吧。是这样，我们家这情况啊，都……什么玩意儿跑出去了？那是我爸。爸，你干什么去？爸，孩子在里屋呢，是吧？瞧给老爷子气的。行了，我进去瞅瞅孩子，宝贝儿。叔叔抓你来了啊！爸，大夫都来了，你跑什么呀？我哪儿跑了呀？我们多动症就这速度。你家孩子可真够淘的啊，找一圈没找着，藏哪儿了？嘘，叔叔看见你了啊！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啊！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什么意思啊？没事，我爸跟您闹着玩呢。坐坐坐坐。老爷子真有意思，逗我干嘛呀？行了，把孩子叫出来吧，快点。我们家没孩子。啊？是这样，是我爸得多动症了。我。行，那没事儿，我就先走了。别走啊！
来都来了，你看一看啊。不是你是不是拿世界级专家打岔呢？啊，哪有老头子多动症呢？是多动症，学名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是儿童常见的一种行为异常疾病。是，从理论上讲，老年人就不可能得啊。是，我也这么跟他说，但是他说他晚熟。那你爸熟得也太晚了。是你给我爸看看吧，啊。行，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他没病吗？你跟他对，是。有病大爷，孩子造孩子，孩子造孩子，驾驭，嗯，不。王总没带大爷去精神科瞧瞧？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妇科，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王总，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爸，别玩了。情绪容易亢奋。那太哈。嚯嗨大大嚯狂妄自大，哎呦，还自责委屈。小枕头，我对不起你。不对啊，按说老年人不应该得多动症，可大这些症状全对上了，是不是有点意思？来来来，大爷你坐一坐，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啊。好，来吧，检查检查啊。没事，不扎针啊。摸摸毛，下不着。好好好，来给我，给我。大爷别紧张，来您坐，坐吧坐。那个，这大夫啊，我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大爷，您别客气，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我比您还紧张呢。来，大爷，我先排除一下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啊？好，来，您坐好了。哎。啊。哎，专家，你没事吧？不是，孩子呀，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但是事儿赶到这儿了，不踢还不太对劲儿。是，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大爷，那个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您是挺有劲儿。那个，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您这算正常啊？这还正常？那来吧，你试试这条腿。啊？啊。不是，哎，专家，我爸这怎么回事啊？是啊，这也太奇怪了。咱们做个小测试啊，大爷，您看啊，多动症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咱们，哎，大爷，哎，您看啊，这有一个月亮啊，您盯住它，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行了，大爷捂上了，看不见了，看不见了。看见的，看不见的，看见的，看不见的。哦嘿呦，这怎么还跳上了呢？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哎呀，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爷，咱再来，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好，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来，您坐好。我问什么，这上面都是一些儿童常见的疾病啊。我问什么，你就如实回答就行啊。好。叫什么呀？广场杨丽萍儿。是这样，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那是我喜欢跳吗？你也不在家，我不跳舞干嘛去啊？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呀？是吃好还是不吃好啊？有些小孩得多动症就爱吃手指甲。那我吃。你啥时候吃手指甲了？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呀？那大夫，我天天吃，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那跟不跟家长顶嘴啊？顶。顶啥顶啊？我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你上哪顶去？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前天你奶给我托梦，我俩还顶嘴呢。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1943年。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他也尿。你怎么知道？我不在家，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对，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你得不得病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憋出多动症来了。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班。
攀岩、蹦极、滑翔伞，你倒去呀、啊！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你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插花、剪纸、十字绣。哎，医生，你听听，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您可以尝试一下。这再说了，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呗。你是我儿子，我需要什么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出来。我一天那么忙，我哪有时间猜你啊，爸？那你就忙去吧，我不用你猜了，你快走吧。哎，行了，别吵了。我确诊了。这怎么样，大夫？大爷，有病。耶！啊，我有病。不是，什么？哎呀，我爸真得多动症了。但大爷得了这个不是多动症，是心病。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那他证明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嘿，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爸，我别装了，别这露馅了。不是，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装什么病啊？那你成天不在家，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我没机会说呀，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那你都有时间陪客户，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沟通感情啊？那能一样吗？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哎，儿子，是，你现在越来越忙了，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爸都给你记着呢。你去年一年啊，一共在家待了10天。有时候我就算，你说，我要是还能再活20年，那咱爷俩在一块儿的日子，也就剩下200天了。你说，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陪着我该多好，那会儿日子多的是。现在呀，爸能陪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行了，儿子啊，没事，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快忙去吧，我是蹦的半天也累了，坐这歇会儿。王总，说句我不该说的话，钱呢，你怎么挣也挣不完，抽出点时间多多陪陪家里人，老人就知足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不能等。爸，我以前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就不给您钱了。啊？不是。那也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太绝对。那钱你该给还得给我，但是你该赔也得赔我。行，爸。再说了，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行，爸。哎，专家，不好意思，让您辛苦一趟。来，这是书。哎，别，这不行，我真的不能要。拿着，别客气。哎呀，没事啊，拿着，没事，拿着，没事吧？你松手掉不了。大爷，哎，这个钱呢，我不能要，还是留给您大孙子吧。啊，嗨，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吗？啊，哎，专家，晚上别走了，一起吃饭吧。对，我就不吃了，我也有点难受，我也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那行，老爷子，我走了啊。行，走，走吧。行，送那我让司机送送您。好好好，辛苦了，辛苦了。不是他吃什么了？打卤囊。哦，对了，什么？打卤囊。打卤囊，什么样啊？就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打卤，打卤囊。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这叫披萨吧？啊！再过10年，咱们这儿骑狗上路，保不齐还给限号呢。没听说过，对不对？你这怎么限呢？那你周一到周五按品种限呗。啊？品种怎么限啊？礼拜一啊，骑泰迪。对，嗯。那礼拜二？京八串，礼拜三骑大单。女神和女